第一次去大陸是1979年，當時我29歲，由香港出發，坐火車去廣州、桂林、杭州，最後一站是去了上海。在2003年的時候，幫中國可口可樂做了個中文 logo 的設計，它的 DNA 源自 Coca-Cola 四個英文字母演變出來的，因為是有一個傳統和經典的背景去支撐著，所以我覺得它是不會過時的。喝可口可樂雖然不是我個人喜歡喝，我相信很多人吃飯之餘都喝可口可樂，因為這樣的原因儲了很多和可樂關係的設計。在過去48年的廣告平面生涯裏面，我就從平面、產品、室內空間走向藝術裡面發展。我們希望可口可樂如果能夠給到我機會，我以中國文化做底韻，去創造一個當代藝術的一個裝置，我想會很有意思。品味在變，初心不變。我是香港設計師 Alan Chan 陳佑堅。